然后松一点怎么样？哦，不会掉，然后眼镜不会起雾。好，应该可以哦。光剑，嗯。哇，这个跟我说十年前应该就来了。死这个吗？对。不有枪诶，枪诶，哼！两只手上都有枪。武器都一样吗？一只散弹，一只是那个镭射枪。那你打生存模式。生存模式。对。啊，你看右手没有分数。怎么？连发的耶，对啊，还没有子弹的时候，枪往下甩一下就可以换子弹。哦，哇，这过瘾，这过瘾，这过瘾。他有别的武器吗？没有，就这个。换一下，换一个方向。哎，我曝光了、啊。没有啊，你按照暂停。我按照暂停。训练一下手脚协不协调问题，反应速度。对啊，镭射枪是无限的吗？也是要换子弹的、啊，一样往下甩。那个可以撞到机两颗。好，这样就爆掉了。哎，你才800分，点击右边。从一开始呢？第一名557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啊、哦，从一开始。哦，我还真逊呢，我是，难怪你会跟我这样讲。如果我只拿一把枪，应该会不会更好用？到后面不会，一开始会。我应该先拿一把枪，因为这个是连发的。耳机没有带好，听到？还要再帮你调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想应该还可以。哦，有越来越多的感觉。对。哈哈。协调，不会，好不好？
剩一条命。他一次比一次少哎、欸。对啊。而且精准度也很低。哦，这个不简单，这个不简单。嗯，我先把雷射枪放地上哦。哎呦！我只要一直枪看看。枪太上膛了。哎呦，我的动，我的手脚真的会不协调了。哎呦，比较高了，920。可以破圈一下吗？还有点时间嘛，哈。好。然后玩到时间到了。这支枪不能连发，有点可惜。哦。难怪他们会说，报名费是拿来买衣服用的。对啊。大颗的起重，不不不不，破圈没？哎，要睡着了哦。要睡着了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啊。好，大家好。你要不要站这里亮相一下？